三了，然后因为我那时候的体态真的像一个大妈，虽然我生完8个月，可是我也胖了快30公斤，然后就很像一个虎背熊腰，然后就是穿衣服就只能宽松再宽松，不能再就是像现在那么合身，然后因为我第一周我觉得好像也瘦10几吧，我的就是腰，因为我一开始有分段，就是买腰夹跟裤子。然后隔一周我就跟板娘说，不行，给我胸衣，不然我真的变一个倒三角，很丑。然后我就后来又买，然后买完后就是我的手臂不行，我又买了掀背衣。想好是你自己要买的哦，自己要买，就是一个你知道想要心，就是一直想要心机求精，因为不然会想要变体，很像大妈。因为我其实后来三，我有七件我体面太热，我就没穿。然后是最近就有时间，反正说要回头快点穿起来。虽然我那时候小腹因为夏天都是喝冰的，然后短短一个月，我觉得我小腹筋又比较又小一点，所以我很是感谢板娘，不然我很像一个大妈，就是真的很像，虽然我才82年次，但是很像一个大妈，就是很像跟我妈差不多，然后我就觉得不行，所以我就很认真穿了这一切，所以感谢板娘跟你们。哇。